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超哥，很高兴大家能观看本人录制的绘声绘影系列视频。本期视频教大家如何用傻丫头字幕软件制作卡拉 OK 字幕效果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操作。首先打开酷狗音乐，搜索自己喜欢的音乐，搜索并下载，选择歌词，选择歌词面板，右键浏览歌词文件。这时候在该文件夹下自动生成了一个 KRC 格式的歌词文件，我们选择复制，复制到桌面歌词文件夹，打开 KRC 转换器，把刚才的歌词文件拖进到这个转换器里面，点击全部转换，这时候就自动转换成一个 LRC 格式的歌词。再打开歌词编辑软件，把刚才的歌词文件拖动到歌词编辑软件之中，不能拖动，选择文件打开，打开歌词文件，点击打开，再保存一下，选择歌词另存为，选择确定保存。好，我们来到傻丫头的工作界面，选择文件导入字幕文件，打开，选择文件导入音频文件，导入媒体文件，选择打开，这时候我们的字幕就自动做好了。我这里选择的样式是透镜样式，我们选过一种。变成一个翻转样式，选择标准样式，它就直接是插图模式。好，做好的歌词我们先保存一下，文件另存为，它只能存为 KX 格式的歌词文件，但是这个文件绘声绘影不支持，我们需要把它转换成 AVI 格式，选择工具，生成虚拟 AVI 文件，点击开始生成。这时候在歌词文件夹的目录自动生成了一个 AVI 格式的歌词文件。我们再回到绘声绘影，点击插入视频，点击这个 AVI 格式的文件，这时候一个卡拉 OK 字幕样式的歌词就做好了。好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观看。